我知道咧，嘉琪 B B 最近咧都有一个好好嘅消息咧，就系、是、已经定咗婚啦，恭喜晒！就系同男朋友去瑞士玩啦，突然间就喺一个好靓嘅地方，咁嗰个地点就系、是、魔界精灵王国，魔界精灵王国嘅一个景点嚟嘅，好靓嘅地方，谂住就影相啦。咁见到有个鬼佬嘅摄影师，大碌嘅长炮，揾咗嗰个好长嘅摄影人，喺瑞士，一个好靓嘅环境，喺魔界嘅好长嘅摄影师帮你影相。呢度冇乜人，不如揾佢影啦，冇人自拍影唔到景噶嘛。我见到你咁 professional， 可唔可以帮我哋影张相咁样？咁跟住佢就喺影紧，突然间求婚。哇！跟住即系话请啊，请咗啦。跟住我点样请？因为我自己走埋去嗰个人度嘅。咁你未婚夫有冇打个突咧？突然间你自己冲埋去，主动打乱咗部署，心都想满来。嗰刻我就觉得自己有少少戆嘟嘟咁样，咁个人系请咗翻，我就自己走埋去。